张大仙与李德华首登这么正式的职业赛，大仙在插威记青训队四大长老对阵到德华带领的神机营。对于这样罕见的一幕，他们到底能插出怎样的火花呢？最近在某牙的雷霆杯比赛中，插威记青训队还是非常猛的，一场比赛都没有输掉，哪怕是一小局。不过有一说一，整面职业打主播队没什么可炫耀的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当插威记青训2-0神机营之后，双方便开始搞起了事情。都知道插威记青训队的四大长老因为颜值爆棚而名声大噪，所以第三小局四大长老竟邀请了老板大仙，这也算是大仙有史以来打的最正式的比赛了。你们带我赢，如果这把输了的话，我是马上跑的，一定要带我赢。不会不会，这把必须拿下。 OK OK OK， 有你们这句话就行了。反观神机营也不示弱，百般邀请到了不愿参加的营长德华。职业我怕什么，输了理所应当，赢了血赚，我怕什么？你叫我上我就上，但是我不想打，我刚睡醒，我就不上了，我现在要去冲巅峰万强，我没空啊。什么意思啊？非要叫我他妈上去挨个打？因为德华深知神机营对阵插威记根本没有胜算，不过他还是来了，毕竟输比赛已经是他的家常便饭，不差这一把。这局神机营选到了飞、火舞、公孙离、庄周和德华的招牌英雄吕布，插威记的长老们则拿到了花木兰、宫本、沈梦溪、孙尚香。大仙玩到的是辅助东皇，游戏开始后，大仙帮中抢完线便去下路帮忙，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在队友的配合下拿到了两个人头。你们以为这就完事了吗？紧接着大仙又在下路豪取双杀，他的东皇直接起飞。干得好兄弟们，飞飞又起飞了呀。好让好让，我感觉我自己像个战神一样的，我受不了了，你千万不要给我打出错觉，让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打职业了，好不好？加油啊，兄弟！我也没上来，我上来。怎么说的？这准没学是不是？哎，后面有人。哇，哎呦，没辙呀！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我直接飞了，我直接飞了。两个人，等一下咬那个东皇，你们带了个治疗啊？过来，非要过来。东皇在下面，要死要死。宫本还在上，宫本还在上路。哎，他把我咬在上路，我咬他一下。不能在下，不能在下，看着吗？不能在下。那边跑，我这边跑掉。不能在跑掉，不能在跑掉。哦，被我救了，被我救了。好了，算了。好的。操！杀疯啊！我的。哎，我感觉还是得玩鱼，玩鱼混就完事的，玩什么牛魔啊？有会玩的，还是双边都漏了。没有没有，等我，前面没有。我来接，我来接。呀，他闪了！无敌无敌过，他闪了！我在工作，完了。抓到了。二横。防不了，非常飞。二横。飞机。很明显的双方掉点选手啊，东皇没闪，东皇没闪，特别明显。但是他有大，这个胜利感觉不取决于他们四个谁厉害，而是取决于我跟德华谁犯病少。木兰在这里，木兰没有，我还在咬吧。大不了，哎，我怎么给跳到这里去了？你感觉什么？哇，这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我靠！嘻，打他呀，打他呀！哎，我的，我看半天没看清楚他那个血量，我是真受不了他的伤害。我会我大招交了，这波估计这波暴君估计没了。太牛了，太牛了！哇，被预判了，我在逃离回城被预判了。我有加速，有闪的，我觉得我可以闪现啃一个，要不要？这波可以开加速。这个塔随便咬，不太好守，这个二塔不太好守的。哎，那好，兄弟们，非常追。哇，这下完蛋了，这肯定要被一波。我感觉我守住了。我八秒就到。哇，这么多。味道味道，我吃定了，吃定了。哇，你多，不讲了。哎呦，被含住了。快，我要看一下解说怎么吹的，兄弟。啊，解说怎么吹的？营长尽力了。怎么说？顶了！哎呦，好呀。他妈对我很失望，为师这把发挥还不够好。
我是我是哎，我才看到呀，我是 MVP 啊，兄弟们，看到没，兄弟们，我第一次上场。那银长他尽力了，我是个 DP， 应该叫副银长上场，太猛了。我死了真了，但是我是嘎嘎翱翔啊！东王太一，4-13，确实打得不错，讲道理。确实打得不错，兄弟们，确实打得不错，解说都认可了。我们被打了个0-3。啊，这是什么破绽选手？还有照片，还有老哥，哎呦！